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熊妈妈，它生了可以拿到妈咪熊的宝物。然后这个好像是母亲节活动，是不是啊？亡灵兽人，攻击防御。这个好像是那个母亲节活动，我操！不会吧，当掉。转圈圈欸，好吧，这好像是母亲节的，然后最近好像那个算什么快闪活动飞行船快闪活动，这个偶尔会出啊，但是这个也拿不到几片啊。康乃馨，这是母亲节，他们没重开快闪活动。那个打飞船的探险就会掉这个康乃馨，15个可以换。OK，那差不多这样啊。